为什么门禁要放到手机里面，有三个重要的理由。一、使用者习惯改变，时代演变，使用者习惯也在改变。开门从钥匙变成磁扣和卡片，大家都用手机处理事情，当手机功能变多，谁还需要钥匙呢？二、提高安全性，透过加密模式增加安全性，能解决卡片容易遗失或被拷贝的问题。三、提供多样性选择，实体卡片磁扣不会完全消失，然而手机 APP 的应用让我们能有不同的选择。汉军的系统提供 NFC、蓝牙、QR Code， 根据使用者的习惯规划，也活用在各种场域中。关于开门，我们想给你更多的选择。特别的是，我们支援动态 QR Code， 而且在手机无网路时依然正常运作。汉军多款设备皆有支援手机开门。想了解更多，请上网搜寻汉军科技。